生 play 的频道。其实我都不懂哦，这个叫书生 play 啊。其实有这个节目，我也不懂里面这个节目。不可以这样，它叫书生 play， OK play， OK， 好不好？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们是谁吧？不用介绍了，是不是？不用吧，都那么红，都那么红。Hello， 大家好。我们蔡氏兄弟过气啊，红啊在那边。我们是来自星光娱乐的场控。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来这边就是来玩一个游戏。我们先谢谢 Eco Majesty， 让我们在这边。Eco Majesty，Eco Majesty。很难得可以在这么舒服、这么漂亮的地方玩游戏啊！平时玩游戏的地方就是我们那种乱乱的家，衣服没有做好的家。今天就让你们看什么叫做乱。这些东西呢，就是我跟书生的杰作。来到我们日常在的地方，还有身后就是刚刚收起来的衣服，你们也体验过？有的，就是要拍的时候把它这衣服拿来。我们终于有一个比较整洁的环境可以玩了，是不是？不是比较整洁。超级简洁。其实讲真的，我们完全不懂今天要拍什么游戏。对，今天不可以跟大家讲。基本上师生没有跟我们讲过东西。所以师生知道的吗？我知道一点，不知道一点，因为后面都是 CYP 在准备的。我以为今天拍 vlog 啊。结果这么你的头发这样好笑啊？啊？怎么了？很平耶，你的头发。因为 Eco Majestic 是属于一个平平的草原。所以我们的头发没有，你这样讲错了。因为 Eco Majestic 不平凡。对。哇。一个草原，我头这样平一点。好嘞，我们现在来进游戏。Super Play， Super Play。游戏一开始，玩家必须在限时10分钟时间，在商店内购买任何一样自己想要的物品，物品单价无上限，而他们也不会知道对方买了什么。购买完毕后，限时10分钟，轮流把自己所购买的物品藏在 Eco Majesty 的 Garden Home 里。东西藏好后，限时20分钟内一起寻找对方的物品。若发现可疑的物品，可向工作人员求证。答对的话，物品可被收藏；答错，必须接受小惩罚。在寻找物品的过程中，可以向工作人员要求挑战卡，若挑战成功，将获得其他玩家买的物品提示。找到的物品越多，赢取奖金的几率越大。外面怎么？所以我现在来这里做什么？我现在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今天呢，你就有10分钟的时间。OK。在店里面呢，花光好多钱，可以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哇。不限金钱，所以是我的钱。他们呢？他们用的是你的钱，我的钱。他们是不是拿最贵的？给你最贵的，给我拿出来。叫老板上来，我要跟他拿分菜。我要开钱 JP。是书生给，不是 CYP 给哦。节目啊，书生给就好。认买哦，我要为了我的钱包着想。对呀，把它白领 expensive 不了啊。白领 expensive。白领 expensive。原因呢？白领 expensive。但是我们不可以那么的肤浅嘛，哈，不能选最贵的吧。手机壳的话，我觉得太便宜了，不可以便宜是不是？我想知道他们会买什么哎，他们应该会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会有人选那个 speaker 吧？我觉得以符合我的身份来讲呢，我觉得可以买这个，最贵是这个两款，但我觉得原型比较有劲。好了。我决定了，我们去买这个。但是这个店里面应该是蛮贵东西好啦。Hello， 马路比尼尔沙都。真的是完全没有 idea 哎，我们怕那个等下还要我拿那个东西来做什么，现在还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要做什么的。我觉得长乐啊，一定买这种废东西，这种废东西啊，感觉是长乐会买的。各位，如果你们有看我的 YouTube 影片呢，我的上一集是有讲到开箱 Iron Man 的。Everybody， 直接来开箱吧。Iron Man MK5， 在这边我就看到了我的真身了。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 Iron Man 的，所以我们就决定买这个。因为我现在自己拍业配啊，我觉得我用手机，这个可以用到了。相对来讲，39块是这店差不多是最贵的东西啊。我那看一轮下来，大概价钱都是10多20块。我第一次看到3这个字头，我觉得这个好哎。哇，这个比较有啊，59块，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比较有重量。啊，60多块，这个60多块，好，我们就买这个。14块半，好像不错。我不是讲我没有钱，我是讲我们现在 COVID 要人人照顾一下嘛，对不对？我们是为了 safety， 为了 healthy and happy。OK， I'm gonna buy this， 可以付钱。所以我们现在下来干嘛？你现在有一个任务，你要把刚才你买的这个东西藏在这个屋子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面外面都可以。我是不是最小的？那我一定是最大的。这么大个东西，对。然后我要藏在这个这样漂亮的地方。
应该买成大的，我说我买一个 USB 不就好了吗？千万不可以藏抽屉，抽屉是最容易找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太大只了。OK， 我们先上去了，看看。各位朋友，欢迎来到 Eco Majesty。那我们也来到 Eco。哇，这一节一定是 Master Room 啊，因为有它房间最美之外呢，来看这里。竟然有化妆，化妆来个掌声。台下没有化妆，化妆。哎，讲真，我觉得 Master Bedroom 有一个化妆是一个我跟书生梦想，因为我们家里面也在衣服很多咯，所以希望有个房间可以放一个衣服跟纸。哇，梦想好漂亮哦。知道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我们就藏在。好呀，这样走。我藏哪里嘞？这东西太大只了吧！各位，想这么久哦，我已经想到哪里可以放我这个喇叭了。这个家太高级了，我买那个看起来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不适合这个家底在，所以呢，有个最适合的地方。窗户外面有地方放啊。等一下啊，哎，这里爬了上去吧，我试试看、啊。好哦，你竟然爬得到。你不可以啦，它会这样子飘出来耶。麦小薇，哎，可以，也不错。啊，叮！外面啊，外面最适合的。哇，越外面越好啊，没有理由看得到我东西啊。完美，这个窗帘，就将来他们应该没想要我放外面。最安全的地方，很 match 吧，就是你哦，很 match 吧。可是你相信可以借我 mask 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OK， 我跟你讲，他们一定有一个人可以注意到这里了。确定。我觉得我们都很容易被找到，这样每个家里这么奇怪又给揭出来。没有，我一定很不会被找到的。Okay. 你们相信我。好，所以呢，待会呢，各位会有20分钟，20分钟，太多了哎，20分钟都多啊，我觉得至少要20个小时吧。这屋子那么大，我不想打扰你，赶紧不要讲话。OK， 准备好吗？好。20分钟计时开始。Let's go。3分钟找到了 ，Let's go！ 我猜一定有人藏在厨房，你就能找到我了。正常的逻辑思维一定会想那种被东西挡住的地方。好想那边没有卖枕头啊！我老婆哪一个是买的？没有那么快吧？钟显，这不是我找很久的茶壶啊！你走开，钟显。没有啊？钟显呢？没有。我要参观一下 Eco Majesty 的屋子。哦，是啊。嗯。你钟显，出去！我先在这里先，等下给你的。不好意思啊，我要爬。不要这样子嘞，这样子我恐怖嘞，这样子我真的藏在都看不到的地方哦。好温，这个地方好温嘞，为什么刚刚没想到？通常如果在 Gadget 店买东西，照我刚刚记忆，就是一些电子产品，比如像我这种在买喇叭。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藏在橱里面，重点是我现在不知道他们买的是什么东西。
床上面做。你在强调你们，我觉得照逻辑来讲哦，他们应该会买一个很小个的东西。我去看一下，还有没有看到我的脚？什么啊？我找很多很细的地方哎，我又找这边，我又找这边了。我该找马桶。我也是，我整个盖哪起来？我觉得看到了。我觉得看到了。他现在一直在假装他自己没有看到。哎，什么？哪里有东西？我刚才想，我看那个冷气上面都有黑黑的东西，结果看，哎，是那个彩宝，那我们炫耀一下。你找到了？谁的哦？这个？放哪个笨蛋哦？你买太大只了吧？我要排开啊！这么快，太残忍，不可以。其实我发现一个事情，因为如果照游戏逻辑来上来讲哦，找越多才会赢嘛。如果我现在马上用 hints， 我很快找第二个、四个找两个，恐怕是赢的。所以我现在用 hints 来啊，你就抽一个。记忆力大挑战，玩家必须背出 Eco World 的六大共创。哇，你们厉害玩哦！来，给我点时间啊。帮你唱一夜情。共唱一夜，共唱一场，共唱不舍，一生很难忘。耶、各位欢迎来到我的 vlog。 现在呢，我们就要前往附近的 Starbucks 寻找啊，因为我觉得有可能藏在 Starbucks 他们，有可能啊，我觉得有可能，我去 Starbucks 找一下。 Let's go。 哇哦，这边去 Starbucks 才五分钟罢了，喂，已经靠近了，还是没去 Starbucks 而已。这个相机不是吧？哎，这个脚架不是吧？这个不是吧？这是你们的东西吧？是啊，这有个脚架哎。看这个脚架，哎，这个不公平，因为你们懂这个脚架是不是你们公司的？这个是我公司的吗？我们公司有这种东西吗？等一下，我不要，我怎么换钱？我怎么换钱？太丢脸！如果是我问的话，太丢脸了。其实我现在还在烦恼着啊，就是我想买什么水喝。嗨，阿哥，阿德刚问你阿德了大巴东西那个，啊，什么意思？哎呦，这很新哎！我的天哪！哎，不是哦，这个有用过的痕迹哦。哎，你不知道？可是我们公司有进这个东西吗？不对，太惨了，我一定会先发现。啊、所以这个不是，难不倒我的。Thank you， bye。这个是他们藏的。你确定？我确定，一定是他们藏的，一定是四杯，不要讲这杯。我觉得是他们藏的。不对，不对是有惩罚的哦。哦，是哦，我忘记有惩罚了。哦，好吧，来吧，惩罚我吧。叮叮。哦，这个吃下去我还有命啊！直接问我三个人的，你要吃三次。喂，不可以，不可以。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呗，游戏不是这样玩的吗？先来一次，来一次，你咬一次一个。真的啊。这故事告诉我们，话可以乱讲，问题不可以乱问。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生吃辣椒。再多一点，再多。喂！要吞要吞要吞，真的要要吞吞下去，快点！哎，就是它很香，好像是我们正宗辣椒一样的、啊。I'm ready. 让各位时间共创愉悦的生活，共创丰富的生活，共创精彩的生活，共创绿色的生活，共创美好的回忆。哎，你 A 一下来，共创难忘的回忆。还有最后一个是共享安全社区。OK， 什么意思？他没有在屋子里面的，这样不是跟我东西一样？你们是？你们是讲我的意思啊？不是你的意思，我是别人的。不在屋子里面，我们先马上找第二个。我要用 hints 随便抽一个。感情大考验，我家必须打电话给任何一个人，并猜他会说出的第一句话，猜对则算成功。
好难哦。想一下，我打给谁先的？怎样？你现在是找到了是不是？谁？竟然有人，竟然有人买这个！啊、所以这个不是，难不倒我的。哎，哦，外面是，哇哦！OK， 我要确定这个是不是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的？是。Hello。哇，谁买这个 ？Hello， 是谁的眼睛在里面？哎，这一定是我。一定是好买，他整个脸尴尬。我买的是我。哎呀，我现在已经太棒了。我觉得我要打给秀文，我们的一姐化妆师。他第一句话应该是喂 ，baby， 应该是喂 ，baby。我现在可以拿到什么 hint？ 现在你可以任选其他三个人。我选苏胜的。什么鬼？好好给 hint。他的这个药品呢，是能够让你带来安全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讲什么？你不要知道。啊？什么？安全。哎呀，不好意思啊，看来是找不到了。安全感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什么东西有安全感？应该是男朋友吧。你有吗？哈，没有吧？好讨人厌，为什么会这样讨厌我？买完沙发了啊，很饿啊，肚子突然间。那我们现在去邻近的 MacD 哈，买一点好吃的东西吧。Let's go。我们到 MacD 了，非常的快，在五分钟里面，差不多三分钟就到了。各位，回家去 ，Let's go！ 我们看他可以在这边耐多久。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找啊！你要不要给我一个提示？啊，可以拿，可以拿到一个提示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石头剪刀布，哇、哦，这个好哎，连胜两局啊，三十秒内啊，跟你玩了、啊，来啊，来啊，来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不到五秒哎、欸、OK、他是每次哦那些安迪出去买菜啊他们会带的东西这样看不像风扇呢因为刚刚 Gage 那边就是可以不啊风扇那些可是刚刚我记得我在那个店看到风扇都是很大个的没有理由啊等一下，外面有这个东西。刚刚有看到他吗？我想一下，我是没印象了。可是给爹爹可能会有的哦。这个是吗？是。哎，这个很像。这个口罩是我们这边的。像如果这个口罩是原本这边就准备的话，这个就真的很强。这个肯定不是藏了，一定是苏州过敏期哦。这我们一来就有了嘛。这是什么来的？时钟？谁会买时钟呢？哎。这个是倒计时哎，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直接藏在。你们节目是不是乱来？我不要发问先，但是我想试探别人。哎呀，这是谁的东西？这是谁？什么来的？这边不擦的。这个吗？是这个吗？你要提问吗？可是不像嘞。啊，行的哦。是吗？我们三个其中一个人的吗？是。哇！这样只剩书生还没有找到哦。哇！挖个屁呀、啊！什么来的？什么来的？毕竟是长路。
这是常勇买，这是常乐一定是真的咩？看东西就知道了，常勇也有很可能哎。哇，秋哦这边，喂，这是早上我们来开幕的地方是吧？早上我不热不热这样啊，那有清新啊，下午看到原来这样漂亮了不？哇，那片湖好亮哎，整个就很秋哎喂。哇，我好像秋太久了哎，我今天我要做点事情。有没有hint小哥哥？我hint来，你们抽一个。这个呢究竟有什么 hint 呢？大佬搬冰 challenge 啊，知道现在很热吗？如果有一颗 majesty 的用 garden 的这个天空挡着就不会那么热了。20秒内完成20次伏地挺身。好，那我就要知道常勇的 item， 你这个我讲他的 item 啦，我做30次给你，我做多少次给你？可以，如果你可以30次我热30次。 OK， 3 2 1 go 1 2 3 4 5 6 7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我做完了，成功！告诉我常勇的 item 是什么？他的 item 是一个 speaker。speaker 几大个？最大个。最大个？对。OK， 时间到。哎呀，早就该到了啦。什么鬼哦？为什么完全找不到？哎，请问七又有来到现场玩游戏吗？等一下，请问。我比较想问哦，我没到场了的。他刚出去了，他刚跟我拜拜，然后就走了。时间到，我们讲。时间到了，好，我们等常乐回来吧。我们可以吃个午餐，睡个觉。是耶，他跑去哪里哦？他是有在中控内的嘛？哈。哇，谢谢你嘞。各位，我找到你们抢的东西了，还买力果 snap 哦。对，我刚才跟我的助手拿了 hint， 然后我要指定你的 item， 我已经知道你什么 item 了。可是你没有游戏参加，你不可以讲。啊，结束了游戏，结束了。好的，我们在这里不玩了。在我们有奖励之前呢， 我们当然是要先来惩罚什么都没有找到的人。Yes， 所以你们的惩罚呢，就是一人要啃掉一只辣椒。直接整只烤完了。No， 你们什么没有找到？找到辣椒。哇，它好像假的，这样我没到。哇，哎呀，他涂脸像个男人。OK， 我不辣。好啦，三口啦。像我这个尝一口还是两口？你这尝一口好了。哇，明确吃很多。哇塞。第二口啊，来第三口，你尝尝看什么是真男人。三口了，真的不辣，三口。哇。哇。哇。多两口，来。有本事就二口，我吃完了，来。冲下去，那优胜者什么奖励？刚才呢，有两位找到了两个物品嘛。Yeah。 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书生。耶！到底是谁会买的 speaker 啦？谁买的？到底谁在笨？来，我好奇他讲长啊。这个人呢，他很笨，放在床的外面。哇！哇，是你跟你外面，一定是你，一定是你。然后这个呢，是我在一个小草里面找到的。这个脚架呢，其实我之前在休息室，我就在想哦，会不会在冷气上面？结果看，这么黑也是在冷气上面的，我就找到了。然后我结果就应该找这个。哦，这个也是啊，这个就是那个有安全感的东西。哦，对吧？对。哇，厉害！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这个藏在哪里？这个藏在那个神奇台的下面，然后上面有口罩哦，我觉得很像哦，很适合放在。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OK， 不要再称赞自己了，是我一直在那边。所以我们优胜者什么奖励啊？ OK， 好，我们现在呢要有一个加码环节吗？加码加。如果你们可以猜到这个物品是谁买的，你们就将会获得1000块的。为什么？等一下，等。谁给的钱？谁给的钱？谁的钱？当然是老板娘苏苏。个人啊，不是我们公司 GYP 啊。确定。所以常勇，你觉得这个脚架是谁买的呢？没去用。你那也是我买的，我当然是买这种啦。啊，你喜欢蛋蛋那个东西啊？那书生，你觉得这个蛋蛋是谁买的呢 ？Avengers 哦，谁会买这个东西？他的眼睛，太难了。
这个是太长乐的。确定吗？又有点像西柚哎，怎么办？我们可以让你这么容易猜到我妈买什么东西吗？来，三秒钟锁定答案，三、二、一，立奇啊！这个飞雪其实我大概有个答案，反正放这个飞雪的是基本算是比较聪明的人，我觉得肯定排除掉长乐。我刚刚猜米奇了吗？所以我觉得剩下两点就是书生。最后书生觉得这个喇叭是谁买的呢？这个一定是蔡常勇买的。哪里可能？他就想说，哇，这个以后买哦，用我的钱买，然后就可以进公司。他就拿来藏的时候发啊，被他藏起来，现在就藏在窗外面，一定是他。很多小剧场啊，是不是？我已经把他的内心剧场全部 OS 讲出来了，就是他，蔡常勇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哦，可以倒数三二一，你们就拿你们自己买的东西哦。好，三二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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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OK， 好，那节目组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个终极 PK 赛。终极 PK 赛，玩家手上分别有两张牌，分享牌和独吞牌。倒数三、二、一后，玩家必须亮出其中一张牌。若两张牌都是分享牌，奖金将会平分。若其中一位亮出独吞牌，该玩家可以独享全额奖金。而若两张都是独吞牌，奖金则被没收。哇，这是考验情侣感情的时候哎。这个不是默契，不要先，这个是人性考验。你先跟我讲，你会分享，我一定会先分享了。我这个人那么正直，是不是？嗯。我们感情这样好，分享我一定是放在下面的，就是放在下面的就是要秀的。Okay, 我一定是放在下面的。对。考验情侣感情的时候到了，今天会不会分手呢？我们拿五百，五百好过没有拿，是不是？然后就把他自己放赌桌。没有。我要拿。我讲了的，我这边一定是分享的。跟你讲过这样，他自己放赌徒，你们没有机会赢超吗？酒精今天会不会分手？我知道书生是不会这样的人的。对啊，我不是啊。好了，我们选择好了。OK， 三、二、一。看到吗？哎，这个你讲分享，太惨了。你们用我的钱的时候有没有讲过？老板，不要买最贵的。如果这样讲哦，我划算了，因为这个200多块噻，啊，我还赚到一个200多块东西。你赚到多少钱嘛？这个好像90多，早知道我买贵一点。你看书生为了什么，竟然买个最便宜的飞熊。啥的？我是裁判。一个吗？让我们呢共创难忘的美好回忆，在这个很漂亮的环境。很难忘哦，玩的游戏拿不到钱，难忘哦。我有难忘的1000块。我永远记得 Eco Majesty， Eco Majesty。然后我们现在的环境呢，就是在 Eco Majesty Garden Homes。然后呢，你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刚玩游戏啊，你们可以看到有5间房这么多。然后你们呢，就可以享受有室内啊，有室外的那种环境。然后呢，在 Garden。不要看它这样子，它有10尺的大小这么大，而且它的 car park 可以停6辆车。6辆，真的，这么合理，我们又可以买到几辆车哦。而且呢，每一间家啦都会有一个 side garden，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啊用餐啊、遛狗啊、藏东西啊、藏十分钱，很好玩是不是？就是 Ecover 想要打造的那6大共创哦。来，我背一下哟，共创丰富的生活啊，共创绿色的生活啊，共创愉悦的生活，共创。共创精彩的生活，共享安全的安全社区，还有一个回忆啊，难忘的回忆。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共创难忘的美好回忆，这些都是 Ecover 跟我们打造的那6大共创一样，可以在这里跟你爱的人一起打造生活。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要到 Ecover 看看他们推出的 Together We Create 的梦想房屋配套。哦，这样子我们就 It's a beautiful night。
哎，这样子真的是要买一间家给我哦。他买给你吗？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谢谢各位来陪我玩这个游戏。Ecoworld 推出了 Together We Create 梦想房屋配套和商业开展配套，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房屋需求、向往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同的兴趣爱好，还是想要创业和拓展生意，都可以在 Ecoworld 找到你理想的家园和创业地点。正在寻找产业的你千万别错过啦，马上浏览他们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详情，和 Ecoworld 一起共创愉悦生活吧。